动态变焦，切换拍摄模式到动态变焦，点击选择想要拍摄的视频类型，比如需要逐渐远离目标的背景靠近，合理构图使拍摄目标在屏幕中大小适宜，手指在屏幕画框框选跟踪目标，出现绿色框后点击拍摄按键，正对目标平稳向后移动，倍率达到3倍以上时停止拍摄。 DJI Mimo App 将会为您自动合成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。